的家人，大家早安！早晨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耶！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女。感谢你，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家人。
一个身体。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虽然我们都是主啊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主啊，我们与你相连，我们与你连接在一起。谢谢主，你让我们彼此合而为一，你也让我们彼此同心同道。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早晨的里面，主啊，我们就要来祷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爱着我们身边的家人。主啊，不管是我们的朋友，主啊，还是主啊我们身边的肢体，主，我们都要像家人一样彼此来相爱，彼此来相待。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跟跨越。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洁净。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一同的复活，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敬拜，我们可以连接在一起，我们来同享主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当我们来到我们的阿爸父面前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的主好希望我们跟他有更亲密的连接，任何拦阻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障碍，他要帮我们挪去，也帮助我们挪去他的儿女之间，我们彼此相处之间的一些障碍，他也要都替我们挪去，好使我们的祷告没有任何的拦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今天早晨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是来仰望神。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卡在我们跟神之间，是祷告不蒙应允，或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嫌隙的，使恶者有了可乘的机会来打击我们的，这些因素都求主把它拿掉。我们恳求主，那今天早晨借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开启我们，也洗净我们，也鼓励我们，校正我们的心思，引导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这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21-26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1-26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主多么的爱我们，他多么的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他之间是没有间隔的。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面前倾心吐意，让把我们心中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告诉他。我们的主有足够的能力恩典，他来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可是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除掉我们心中有一些不当的念头，使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错了方向，也就是一些恶念也好，或者一些污秽的思想也好，或者掺杂也好，我们祷告出来，我们想要来成人来成就，但是这些并不会对我们生命有任何的帮助，也不会对有人对 别的人有好处。所以主要帮助我们来校正，校正从我们心里开始。当我们这些拿掉之后，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畅通的，主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很多我们可能没有祷告出来的，但是主帮助我们，就让我们每一天我们在面对难处的时候，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他与我们同在而有的力量和权柄，我们可以去胜过，我们可以越过这些难处。圣经告诉我们呢，特别在马太福音的5-7章，我们叫登山宝训，这是神对他神国的子民说的话，也就在神的国里，神的家里面，我们是这样子一种方式在进行的，或者与人相处的。譬如说主告诉我们，讲到说你听过有人讲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如果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如果有人拿你的礼衣外衣，也由他拿去。
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路。如果有人求你，你就给他。如果向你借贷，你就给他。然后主说，有人这么讲啊，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主说，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当怎么样呢？要爱你的邻舍，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我想请问弟兄姐妹，这些是我们自己做得来的吗？按照我们想说，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没有惹你，你也不要惹我，惹我了，我可能我要报复你。可主告诉我们，他的家，他的儿女不是这样。我们是这样的，愿意去饶恕，我们愿意这样去帮助，我们愿意去给人，我们愿意去陪伴，我们去鼓励别人，去饶恕，我们去接纳。这个力量我们没有的，我们力量从哪里来？这力量只有从神自己来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没有，我求你，如果你没有与我同在，主啊，我就行不出来。主说，我当然垂听这样祷告。所以你祷告说，若有什么拦阻了这个祷告的实现，主现在就帮助我们，要把我们在献祭，在他面前祭坛前面祷告的时候的障碍，去我们拿去。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当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我们叫祭坛，祭坛就是我们跟神相会的所在，在那里我们向神献上馨香之祭，我们祷告，我们赞美，我们以赞美为祭，感谢为祭，心里和诚实为祭献给神，不是吗？然后神在祭坛与我们相会，他愿意赐下能力来，他愿意帮助我们，神愿意与我们在祭坛上交换，我们的事成为他的事，他把他的能力，他把他各样的这些祝福愿意倾倒在我们身上，就在祭坛上面。祭坛在哪里？祭坛就在我们心里面。神所要的祭是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所以主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过，那撒玛利亚妇人说，哎，我们敬拜神啊，我们是在这个山上，还是你们所说的耶路撒冷？主说不是的，主说是用心灵和诚实为祭献给神，那是在我们里面的。神看重我们的里面，我们人却是看在外面的。我们以为我们外面，我们把个地方我们整理得很漂亮很干净，在那里我们做的一些事，神会喜悦我们在那里的敬拜等等，当然这是很好的，我们任何人都喜欢在干净的地方，在一个很整洁的地方在那里服侍。但是神更看重是我们的里面。神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献祭之前，圣灵提醒我们，你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那你就赶快，你就先跟他去和好，把礼物留在坛前跟他和好，你再来献祭。神知道我们里面有些东西，如果没有过去的话，仇敌会在那里会控告你的。你在祷告的时候，一面祷告一面有个声音跟你讲说，你在那里说谎呢，你是个自私的人，你是个骄傲的人，你是个很败坏的人，你是个很小心的人，你是个污秽肮脏的人，因为你对什么人，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里面有控告的时候，我们信心就起不来了，然后我们的祷告就好像在对空气说话，主不要我们这样。主在提醒我们，如果你又做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无论是你口头上你说出来的，或行为当中你是这样子的做出来的，不论是对你的家人、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或对你的父母亲，或对你的同学，或对你的同事，或对你的朋友，当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无论是恶言，无论我们是用讽刺的话语，我们说出来让一些人伤心了，让一些人受伤害了，我们的主不需要他的家人是这样子的，他的你先去与他和好，我会听你的祷告，你先去与他和好。这是一个父亲的心。
任何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做父亲的，他希望他的儿女之间是彼此和睦，比个别大家在他的面前，哎呀，我们给爸爸礼物，我们能不能讨他的喜欢，但彼此之间我们今天争争吵吵的，只要我们彼此相爱，他的心就满足了。所以在圣经马拉基书旧约最后的一卷书最后一章第四章第五第六节里面讲到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他会差遣以利亚到你们中间去，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他来咒诅遍地。意思是父亲把他的心意告诉孩子，盼望孩子把他的心能够交出来给父亲，让父亲与孩子的心是一致的。如果父亲的心告诉孩子，我转向你，你愿把你的心也归给我，像我这样带你的，你也带你自己所亲爱的在你旁边的这些人，你就是把你的心给了我，因为我的心就是这样。我求主帮助我们来到祭坛见献祭的时候，若是今天主光照我，我有得罪人的地方，我要让我的祷告不再是浪费时间，不再是虚应故事。求主你帮助我，让我今天我愿意去跟他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子，家人之间是这样子，其实在社群当中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过不去，很多人跟我一起，他可能跟这个人或这群人一样过不去，我们之间关系就会对立，我们就会紧张，甚至我们纷争，甚至我们产生很多的伤害，更深刻的伤害。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但分裂，我们的力量彼此的抵消，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是亏损，我们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有的只是怕对方的报复，有的只是很多的控告，有很多的自责。谢谢我们的主，他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么样得罪我们的神，我们在祭坛献祭的时候我们是完全不配的。我们如果没有跟我们的神和好，我们不要打算，我们不要想说我们祷告蒙神垂听，我们可以领受祝福，我们生命是承受不了这些祝福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差派来到世上，神所赐给人类最大的礼物，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仅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所有人的罪。他要我们像他一样，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要把一个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生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愿意来到这一些不认识主的人面前，或者渴望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愿意代表一些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当然也代表我们自己，我们跟对方说对不起。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世人的罪付上这个代价的，他也是为了我们来到世界，在父的面前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劝我们能够与我们的父和好，他劝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他自己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代表耶稣基督，他爱充满在我的里面，我愿意代表无论说我的族群，或者也许我没有得罪某个人，但是可能我认识的人或我的家人，我曾经伤害过这些人，我愿意代表跟他们说对不起。曾经在我们当中，汉人的教会跟原住民的教会就做过这样的事，汉人曾经伤害过原住民很深的，中间其实有一些的沟在那里，隔阂在那里，表面去看他没有什么事情，但是说我们同行在一条路上要回家的路上，如果这些伤害没有过去的话，我们很难我们真实的连接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有疙瘩，我们的祷告，我们里面有仇敌一些控告或这些挑拨，我们没办法合一，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的祷告不蒙神悦纳，仇敌就有地步。感谢神感动一些人愿意来到这些被得罪的这些原住民弟兄姊妹当中，主啊，他们学习聆听，从这些原住民的教会弟兄姊妹口中听到这汉人要听见的一些事情，然后真诚的汉人在他们面前悔改认罪，甚至是下跪，甚至是流泪请求饶恕。神就在当中做医治，做和好。当大家在一起连接在主爱里面的时候，很多美好的事就发生，医治或者这些的连接之后产生神同在，圣灵的同在，那个祝福就在我们当中显明出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非常真实的，你愿意在你生活当中经历到吗？我们先不讲说国与国，城市与城市，族群与族群，单单讲我们个人，如果家人之间有这些的问题，我愿不愿意主啊能够像你一样为着我们在父的面前你做了挽回祭，然后为了父他愿意来到世上劝我们与他和好。在今天早晨当我离开家之前，我愿意成为一个祷告蒙神悦纳的人，那就让我去做一些也许我平常我应该做但是我却始终没有面对的一些事情。我不愿意让这些事情再耽搁了，我渴望看到真正的合一，我渴望看到我在祭坛上的献祭是蒙神所喜悦的。愿主光照我们，我该向谁道歉，我该去愿意去饶恕些什么人，我愿意去跟谁和好，好不好？我们就来祷告，求主光照之后就让我付诸行动吧，让我在主的面前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应允。好，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我是的主，我们在生命的里面，主啊，总是有那样的一个需要，但是主，我们愿意在今天早晨主啊回转，也愿意主啊顺服神。主啊，你在话语当中主啊使我们生命里面主啊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破口。哦，神啊，你渴望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彼此来和好。哦，主是的，我们仰望你帮助我们。哦，主显灵在我们当中，也求你来光照我们，主啊恩待我们，再次的回应你。主啊，在这样的时间的里面，谢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是我们同得基督的福分。主啊，同得你的救恩，我们仰望你。主是的，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主啊，托够今天早晨的话语，主啊，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也愿主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心中里面，主啊，过去跟人之间的关系，主啊，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主啊，可能有一些的伤口跟一些的破口，但主今天的早晨我们要说，主啊，使这一切都过去了，主啊，让我们主啊跟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姐妹，主啊跟我们的邻舍，主啊成为一个一，成为和好，主啊使我们主啊在这个主啊即将迎接神你道路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主啊我们能够完全得以完全，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许多的事上我们就认罪来悔改，而且我们彼此和好。主啊，你愿意看你的弟兄和睦同居和睦同住，主啊我相信主啊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有那样一个和好的，主啊彼此相合的，彼此相爱的，主啊那种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也让我们有带着信心，主啊彼此来主啊相合，主啊使这过去在我们里面的那些伤口都抚平了，主啊这些的破口都堵住了，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说既然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将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主，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是十字架帮助我们灭的冤仇，十字架的能力也必在今天早晨主啊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将我们心中所有的苦毒，所有的怨恨，所有主啊我们不愿意主啊被挪去的主啊这些长久以来的压制完完全全的释放，主啊因为我们要来到祭坛的面前向你献祭，主啊这是一个新的祭，主啊是我们的你的生命与我们的交换。
所以主耶稣，我们说我们愿意，求你圣灵来指教我们。主，我们愿意，主啊，把一个更深的破碎的生命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因为你乐意要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成就新事。主啊，你乐意在今天早晨开启一个新的恩典。主啊，是一个与神与人都复合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求你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那我们今天我们所遇见的人，所遇见的事，主啊，我们都有一个预备。主啊，我们就是要与人和好，我们就是要进入到十字架所带下的释放跟医治的当中。求你给我们这样的行动，也带着这样的行动来祝福这块土地。主，我们赞美你。阿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祭坛，让我们每一天可以在你的面前献上主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主啊，你光照我们，若是有什么拦阻，有什么事，主啊，不讨你所喜悦的，主啊，你帮助我们光照之后，我们承认，我们愿意去实践，该去饶恕的我们饶恕，我们该去道歉的我们可以去道歉，我们不想再给恶者留下任何的地步来控告辖制我们。主啊，好使我们在祭坛上的献祭蒙你的喜悦。主啊，能够成就，主啊，一切美好的事在每一个日子里面。主啊，不但我们个人，主啊，还有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主啊，甚至我们城市和国家，愿主你兴起更多的人起来把祭坛建立起来，有一个稳定的祭坛生活，而且我们连结在一起的祭坛，主啊，都一样的，主啊，把你所喜悦的祭献在你的面前，让你的恩膏和祝福也临到我们的国家和城市，主啊，临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